喂，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回去站附近的电梯是1楼，超栋的房子，窗、空调、窗帘，阳光超照是1楼啊。这样进来，挺好进来。这书桌还有书架，真，冰箱、微波炉。电磁炉灶、水车，这卫生间的，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晒衣服的，这卫生间进去打开一下，哦，马桶、洗脸台，这个也小仓库也有的，这个哇，放东西很多，放东西的，不确定这房子位置便宜，价格便宜，超不错，房子好用，电梯楼是吧？这。我是金公公。